作者默默，演播人巨五八雅居。卢雪道：“大人是千种枪术，这是想集千家之长。”有这个想法，不过感觉收获不是很大。杨开有些沮丧，比较最开始而言，他在枪术之道上确实有很大的成长，不过比他预期的要小很多，也可能是修行时间不够的缘故。卢雪徐徐道：“大人的做法与我一个故人倒很是相似。”哦，杨开眼前一亮，你那故人也是怎么修行的？卢雪颔首轻声道：“是，不过他收集到的枪术没有大人这么多，只有一两百种而已。”杨开能得到这么多枪术秘典，那可是从几万人的空间界里搜集出来的。娄雪那故人纵然是开天境，恐怕也没有这个机缘，能收集到一两百种也已经是费尽心思了。他最后修行的怎么样？杨开急急问道。成功了。娄雪徐徐道，露出回忆的神色。他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，几百家之长去无存精，修成了必杀一枪。那一枪是他的最强一击，我曾与他切磋过，同品阶的开天境难以抵挡。必杀一枪？杨开不由露出神往之色，不过听娄雪说那人耗费了几十年光阴，顿时有些无语。几百家之长要几十年，那他这千家之长要多少年啊？也幸亏是在太虚境中，有大把的时间供杨开挥霍，在没寻觅到合适的天才地宝之前，也没法凝练阴阳五行之力，否则杨开哪有时间来修行这些啊？可否与我说说你那故人具体修行之路？杨开好奇问道。卢雪道：“他的做法与大人如出一辙，收集了一百多种枪术，每日演练不休。我记得他在修行之时曾经说过，什么时候等他将那百种枪术全部忘记，只剩下一枪的时候，那便大功告成了。时隔几十年之后，我再见他，他已经成功。”忘记百种枪术，只剩一枪。杨开若有所思，隐隐明白了那人的意图。不过这话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何其之难。枪术这东西越是施展越是娴熟，最起码杨开这两三个月来便是如此。一旦施展的次数多了，领悟到了精髓，那便是烙印在身体本能之中的记忆，这种东西想忘记难如登天。不过这句话倒是给他开启了一扇新的门户，眼前发亮。你那故人了不起，了不起啊。卢雪微微一笑：“大人或许可以尝试一下。”杨开嘿嘿一笑：“他有他的道，我有我的路。他的道不一定就适合我，不过确实有借鉴之意。你先下去吧。”言罢，再次演练那千种枪术。山中无甲子，修行无岁月。卧龙山上，杨开勤修不辍。自修炼至今，还从没有哪一次如此热情专一地投入到某一件事情上。那一千多种枪术每一日都在他的手上绽放出灿烂的光芒。每隔两个月他都会回星市一趟，一来露个面威慑一下某些宵小之辈，二来也是查探一下自己手下那些人的情况。进展的都很不错，没有凝聚道印的那十几个人逐渐凝聚出了自己的道印，而且都超过了他们本身能够达到的极限，也满足了杨开之前的要求，各自找月河取了四品甚至五品的天才地宝，凝聚阴阳五行之力。已经凝聚了道印打下根基的那些，也都尽量在自己能够承受的极限内获取最强的力量。那浪青山让杨开倍感期待，
这家伙果然能承受五品天才地宝对道印的冲击，已经凝聚出了木形之力。杨开回去的时候赐了他一份太阳真火，如今正在闭关凝聚火形。这等速度和资质，即便放眼那些洞天府邸也算是不错了。京市收入不菲，杨开分七成收益，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。不过这些东西毕竟是身外之物，自己的强大才是立足的根本，所以他每次回去待的时间都不长，顶多一两日便会返回卧龙山继续自己的修行。让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那天月魔珠在扫平剑阁兴市之后再没有出现过，倒是太虚境各处武者的据点时不时地被兽潮摧毁，有的据点更是被屠戮一空无人生还。悠乎半年之后，卧龙山上杨开身形纵横，枪芒四溢，待到收枪之时，气息迅速平复下来，站在原地若有所思。不远处卢雪微微一怔，喃喃道：一姐，你算是武者。最开始观摩杨开练枪术的时候，他总共施展了1134种，可是如今却只剩下了1035种了，几乎少了100种枪术，而这种变化正是在这半年之内逐渐出现的。换句话说，杨开也在逐渐遗忘他演练的这些枪术，走上了跟他那故人一样的道路。娄雪心中暗笑，到底还是少年心性，说什么他有他的道，我有我的路，原来也不过是嘴硬，到头来还是在效仿人家。不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一望一百种，也实在是让娄雪感到震惊，他那故人可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。眼前这个青年的资质和悟性是那故人拍马也赶不上的，想想也是，人家在帝尊境便已参悟出了神通法相，放眼这三千世界，亿亿万万众生又有几人能做到？随后的进展更让卢雪震惊莫名。杨开一望一百种枪术花了半年时间，再过半年之后，一望的枪术已经多达600，剩下的500多赫然也有融会贯通的趋势。几乎每一天都有数种乃至十几种枪术消失在杨开的演练之中，而且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。2个月后，杨开出枪之时竟已不见任何枪术的痕迹，只有最简单的刺、撩、劈、扫，仿佛一个刚刚学枪的人笨拙地拿着一杆长枪胡乱挥舞，没有丝毫威力。而且他那每一击看起来都艰辛异常，手臂上的肌肉高高鼓起，整个人的气势也是勃发沸腾，仿佛有无形巨大的阻力阻扰着他手中的长枪，让他根本无法圆润自如。这样的攻击恐怕随便什么人都能轻松躲开，卢雪有些看不懂了。可是本能地感觉到那每一枪都有骇然恐怖的威能，那是大道至简之境，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蕴藏了无穷的变化，若是自己此刻冲上去与杨开对阵，怕是抵挡不住他一枪之力。这样的状态足足持续了一年之久，一年不休不眠，不停不歇。卢雪每日里提心吊胆地看着，唯恐杨开走火入魔，有心回赤星那边给月河报个信，又生怕自己走了杨开会出什么意外，只能在一旁陪着。2年多下来，他的伤势也早已痊愈了，恢复巅峰状态，饶是如此，精神状态时刻紧绷也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丝疲惫。某一日看似浑浑噩噩双目一直无神的杨开忽然转动了下眼珠子，手中那重复着最简单动作的长枪猛地挥舞起来，行云流水，圆润自如，龙吟阵阵，龙威弥漫，笼罩天地。卢雪一惊，抬眼望去，仿佛看到了一条巨龙盘横天地，
睥睨纵横，让人不由心生战栗，心神颤抖。漫天枪影将虚空笼罩，不见杨开的踪影，视野之中只有那刺破天地，让天地为之变色的枪芒。不拘于形，不拘于相，无拘无束，不行于仪态，不定于一尊。既有雷霆风雨，又有雨露春风，超脱天体，超脱数周。我枪得自在，我心得自在。仰天狂啸声震得天地战栗，鸟惊虫鸣。等到卢雪视野恢复之时，只见那半空之中，杨开黑发飞扬，单臂擒枪，一双黑眸亮得有些吓人。四周虚空烙印着一道道枪痕，在天地法则的作用下蠕动修补，慢慢恢复。恐怖的枪术，卢雪心头震颤，傻傻地望着那一道道逐渐弥合的枪痕裂缝，心知眼前这个青年的实力，经历这一次蜕变之后，定又有巨大的飞升。不过他走的是与那故人一样的路子，在遗忘了一千多种枪术之后，不应该修炼成必杀的一枪吗？为何最后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？方才那最后一瞬间，杨开所施展出来的枪术根本无法言喻，比起那必杀一枪似乎更强，而且那必杀一枪威能虽猛，却已经彻底定型，没有提升的空间，反倒是杨开这枪术还有无尽的可能。两相比较之下，高下立判。难道真如他所言，他有他的道，我有我的路？大人，这是什么枪？卢雪好奇问道。杨开偏头想了想，自在枪。自在枪？卢雪喃喃一声，正色颔首。变化无穷，威力无尽，不拘于任何束招，自在游戏，名副其实。抿嘴一笑。不过自在枪听起来不怎么顺耳，不如叫大自在枪好了。杨开眼前一亮，虽只是加了一个字，但意境却是完全不同，大笑道，好，就依你所言，便叫大自在枪。手握长枪，杨开豪情万丈，历时两年之久，博千家之长，去污存精，修成大自在枪，这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成就。有此枪术在手，苍龙枪的威能不敢说全部激发，最起码比以前会好很多。若是那螳螂头不死，杨开再与他正面交锋，他有信心在十息之内将他毙于枪下。那螳螂头的刀法浑然天成，可如今杨开的枪术也不是无下阿蒙，相较两年多之前，赫然已经脱胎换骨。枪术已成，也没必要再在这里修行了，吩咐卢雪一声，收拾一下随我回去。卢雪应了一声，有些忐忑，毕竟他的身份有些敏感，此去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人挖苦。不过既然选择了追随杨开，纵然遭人白眼也只能忍耐了，只要能平安离开太虚境，受点委屈也无妨。取出传讯珠查探了一番，杨开这才知道月河来找过他很多次了。之前他每隔三个月都会回一趟星市，这最近一年参悟到了紧要关头，一直没露面，估计是让月河担忧了。恰在此时，传讯珠又有讯息传来，杨开神念一扫，惊喜道，小胖子，正愁寻不到你，没想到你自投罗网，这次说什么也别想走了。月河的讯息中竟然说那小胖子徐真过来找他，已经等了他两个月之久。这小胖子出身神鼎洞天，乃是炼气的一把好手，更精通阵法之道。杨开之前就想让他帮忙在星市布置阵法，可惜不知他在什么地方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得到了他的消息。三两步间走到卢雪身边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催动空灵珠之力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
府邸严开的厢房前，一个憨态可掬、白白净净的小胖子与月河并肩而立，一脸焦急地等待着。小胖子赫然便是那神顶天的徐真，当日他炼制好原磁神壶后便飘然离去，应该是凝聚金行之力去了，如今既然现身，那就说明他已成功。毕竟是神顶天的弟子，资质非凡，他既然敢找杨开讨要六品原磁神石，那自然是有把握炼化。前辈，杨兄到底何时才能出关？徐真扭头望着月河。我也不知道。月河缓缓摇头。以往少爷闭关一般两个月左右就会出关一次，这一次也不知怎的竟一年都没有音讯。徐真眼珠子转了转，担忧道，杨兄该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？月河脸色微变。怎么可能，少爷天纵之姿，不可能走火入魔，更何况他又没到修行的紧要关头，这次闭关不会那么危险。小胖子摇头晃脑，那可说不准，修行之路凶险异常，一个不是便后果难料。月河被他说得心慌慌，也有些没底了。徐真趁热打铁道，要不我破了这禁制看看情况。你休想。月河怒视他，见识过这小胖子的本事，知道他若真想破去禁制，恐怕也不需要费什么手脚，可一旦真这么做了，势必会打扰到杨开，万一杨开真的修行到紧要关头，到时候没走火入魔也得走火入魔了。徐真讪笑，我也就是说说，前辈莫生气。可惜了，本想再送一场造化于杨兄，看样子他出神了。面前厢房的禁制忽然关闭，伴随着吱呀一声轻响，房门打开，一个身形精伟的青年从中走出，不是杨开又是谁？悟炼巅峰第3359集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《武炼巅峰》，作者默默，演播人巨武巴雅居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无心生出牵挂，共谁演绎这张金戈铁马，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？